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90面啊，590面，倒算第六行啊，对第二啊，对无所修养是不希求相这个所在看起啊。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二小段，对无所修养到不希求相，这段经文表彼陀菩萨平等犹如十方佛刹，无所修养皆不着处，犹如经国亦无爱恼，无住秽土亦不厌弃呀。这是说明极乐世界的这菩萨四土三辈优品，对于上界下面呢，反省同基土下下品往生呢，一直到十宝土顶格菩萨平等犹如十方佛刹，这个平等这两字真重要。就一般来讲呢，这个界位啊是极不平等，反省同基土的菩萨是凡夫啊，无见性，方便土里面的菩萨是修行，是观教，那嘛无明心见性，但是因拢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拢做阿维越地菩萨，也是十方诸佛刹土内面拢无呀，只有极乐世界有。这都是十方佛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道理就在这地，阿弥陀的学生反省同基土啊，下边往生，实际上伊连修行初果都无证到啊。大乘教内面十信菩萨伊初信都无得到啊。十信位的大乘亲像小学，初信那就是一年级吧，小学一年级的资格都拢无啊。如果证到初信位了，那都是修行初果，伊也都伫方便土，方便土的内面。要用咱这段话来讲呢，修行初果，伊得到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啦、佛果啊，
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拢是方便土啊！明心见性了后，才会当生到十宝土啊！凡尘动机土内面，初果都拢还未到，但是伊甲这个顶个菩萨。平等啊，有无是方佛刹，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净土比啊，称为难信之法，道理就伫即地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个加持呢？这道理头前啊，咱有学过啊。真正有道理啊！啊，阿弥陀因地无量劫的时间，即功累德，这个时间久啊，说明伊的军队非常的深厚。第十五劫以前，伊是国王的身份，拄着世间自在王佛，想起王位，就加修行。自在王佛啦，甲伊啊，出一个法号，就是法藏比丘。这个时阵，伊发四十八愿，愿啊发了，啊用行去见愿啊，甲每一个愿拢爱做到啊。用五劫的时间，经常无讲是中劫、小劫，肯定都是大劫啊。一个大劫是这个世界行住坏空一拜啊，这叫一个大劫。你讲这时间偌长呢？这个世界行住坏空五拜，这是五个大劫。这是等的时间，四十八关。完完拢做个完完，完完的古德啊，成就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一切不是人设计，也不是人去施工建筑，自然形成的，这道理真深啊。咱伫头前也有详细诶讲解啊，极乐世界这种情形，甲咱这个世间欲界第五层天啊，第六层天就真正成了。第五层天是化乐天，第六层天也是他化自在天。我常常用这两种天。来，比如咱往生极乐世界是什么款情形？极乐世界所谓受用，拢是阿弥陀佛变现，一切法从心相生啊！在极乐世界是完全兑现啊！所谓殊义得义，殊实得实。用什么意思会来？这个道理，我家也了解，但是无做到。极乐世界实现了，伊的原理，就一切法从心上生。现在啊，佛这句话，和科学家证实了。讲了不清楚，有这个意思，咱听有。
亲像德国普朗克博士，伊啊一生研究啊物理，研究量子。特别啦，注意这个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呢？我已发现啦，根据伊的研究报告，伊讲这个世界上根本都无物质这个物件。那物质什么呢？物质的本质是意念累积变成的一种幻想。物质咱那个大分啊，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这是大分。详细就真多了，要安怎形成呢？伊甲人讲，固体是啊，频率啦、啊，比较慢呢。念头啊，伊产生一种频率，小可较紧一点啊，就变成液体啊；，过较紧就变成气体。在咱这个地球上上紧的，就是变成光波、电磁波，拢离不开这个意念。这个发现啊，太重要了。啊，咱这么多年来，我来这祖师大帝，对一切法的从心向心，拢无办法讲好清楚。所以老和尚啊，拢有困难。咱来相信正言良佛说的，佛未讲假话，一定是真的。虽然是真的，咱啊总是趴在门口的顶面啊。那可下发现了后，这个门口就起掉了，咱肯定了。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讲的这个话，今仔日啊。科学家来呀，证实啦！呀，精神是安怎呢？精神对倒位来？呀，普朗克甲咱讲，精神是无中生有啊！这个话咱听有啊，无问题啊。真正是无中生有，无是按怎生有呢？这就是牵涉到天学里面的本体问题了。啊，古今中外天学对本体论也是迷，讲法真多。无一个人讲甲，互人会心服口服。无啊，不过这个代志，唯独佛经内底讲甲真清楚。也咱中国老祖宗也是无简单啊，伊嘛知影，也嘛拢了解到。这个原理跟佛经上所讲的非常接近，伊不是无中生有，伊是对自成生的。一切法不离心性，华严经上讲得真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原来识呢哦，科学家发现了，心嘛无切掉啊，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色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和科学家发现了，这都是不容易啊。阿赖耶灵变啊，宇宙之间千变万化是按怎来的？阿赖耶。阿赖耶会变，真心嘛灵现，灵现灵性是自性，
三星变化，变化无穷，这是阿赖耶。阿赖耶来对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就叫一切法从心上生呀。那科学家发现这个事实真相，对咱化解地球灾难都有真大的帮助啊！有办法把这个灾难化解无？有啊！你知影这道理，就会用你咯念头啊！现在灾难这多咧，问题啊，到底是发生伫倒位啊？出自地球上的居民念头不善啊，所感应的灾难，或者人家经常跟人讲，贪婪、贪心重，将来是水灾，像海水要上升咯，南北极的冰就要融化咯。那大水会发生啊，这样你来啊，这是真正因啊。那清灰啊是火灾，火山爆发啦，地球温度上升，这样你来啊。洪灾，今年这个洪灾特别多，啊，美国。一个月当中有几落摆光烈风啊，从来都唔捌听讲过啊。风从倒位来？武器来啊！像咱这个风台拢属武器，这贪嗔痴啊，我慢，感应是地动，我嘛不明啊。地动对家来，要有一个怀疑，这个怀疑啊，问题足大啊。信心丧失了，今仔日真侪人咧讲这个世界，现前这时代是信心危机的时代，这个话也讲得无错啊。你去问这一般人，少年人、老人，有相信家己无？唔相信啊，就信心失去了，对任何一法啊，伊都唔相信。例如啊，唔相信父母，夫妻互相无相信，兄弟姊妹拢无相信啊。对祖先、对高圣先贤、对诸佛菩萨，当然更加未相信咯。这个感调是什么呢？这个感调，大地松散咯，大地本来真坚固，散去咯。山起的山啊，就会放落来。什么山？喜马拉雅山啊，会倒落来啊。大地呢？大地啊，软咯，松咯，会沉到海底。你个看卖贪嗔痴慢疑，这佛讲这五理啊。咱今仔日看到地球上这么侪边啊。是安尼先来，贪嗔痴慢疑对于家己本身来讲，带来真正罪的这个疾病，这个疾病是五脏六腑的疾病。呀，咱要救家己，和家己健康长寿，你把这五项物件给断了。咱啊，住在这个地区有这个灾难。你把这个灾难化解，马上把这五项东西给断去。所以佛教导人观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身心健康，大地无灾难啊。西方叫做世界，无听讲有一个人破病。佛啊，介绍这多，
唔捌听佛咧讲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啥物病院啦、啊，嘛无医生啊，即、這个行业，也无听讲西方极乐世界有灾变啦、啊。为什么呢？我甲人讲，迄、那个所在居民啊，是西方世界。移民过去啊，移民的条件实在讲只有一个，心地清净，就是这条件呢。心净，这佛陀净，第一方法呢是叫你修啊。信愿行，对西方叫世界，你相信，你愿意去，真肯念佛。不过真正的条件呢，信愿行，把家己的清净心念出来，把贪嗔痴慢疑也把放下，这才能去啊。哪讲你贪嗔痴慢疑都无放下？都要去叫世界去，啊！你入去别人的这个国境的这个时阵，你早就病毒入去了，因那是未接受呀。另外就过讲，西方世界叫往生的，大家拢嘛是身心健康，绝对是无带病毒的，所以这世界好啊。这个世界一丝欠缺都拢无，你看因这个菩萨咧，你叫做世界所享受的福报，人间天上拢无呀。呀，咱那是往生到叫做世界，享受到这大的福报，这福报谁人供养？阿弥陀佛供养呀。阿弥陀是大施主啊，物质的生活与供养啊，你什么都不免烦恼，到叫世界什么都不免扎去，就扎一个清净心过去啊。咱这个经对上讲得真好啊，清净平等觉，你就带这物件去啊，除这物件以外，什么拢无需要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净掉了，平等心是菩萨净掉了，大彻大悟更是大彻大悟，就发心大事净掉的。这上生极乐世界条件，在经对上啊，明白给咱啊显示出来了。啊，除了极乐世界物质的享受，真正会当啊，讲到个究竟圆满，无丝毫欠缺，你想什么都有什么。阿弥陀佛。大讲啊，来甲大家讲经说法，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阿弥陀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学生的程度不同啊，有上中下三等，上悬的呢，发心菩萨已经明心见性了。住十八土，那基础呢？是已经将烦恼习气真正断了，一部分啊，断去一部分，因生方便有土。就是咱咧讲的
声闻缘觉观高菩萨这三种的人，方便土里面三品上品观高菩萨，中品的就是辟支佛，下品的就是阿罗汉。凡是动机土里面一品烦恼都无断啊，嘛有三辈九品，听多无济啊。每天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啊，那边的人好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反省动机土，下下变往生，身体不是血肉之身啊，不像咱这款的啊，咱需要饮食，需要营养来延续这个生命。叫做世界是发性心啊，古主的是发性土啊，所以人就无需要饮食，嘛无需要困眠。你就会想到讲，叫做世界教学啊，是无中断的啊。以前四季拢嘛是刚等，每些刚等你拢会看到阿弥陀佛。亲身跟你说法，阿弥陀太醉了，是阿弥陀佛的分身、应身啊。哦，是往世界去的，那是化身。这个讲的彼陀啊，菩萨犹如十方佛刹，是化身。去十方世界去，要创什么呢？去修好，降伏修福报啊，听佛说法，增长智慧啊。所以到叫做世界去创两项代志，修福修慧。福加慧啊，修加圆满咯，你就成佛啦，你就毕业咯。那毕业了后，你去啊他方世界，这个世界跟你有缘，你就去那边去做福气咯。你伫遐咧教化一方的众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同一个模式，为什么跟阿弥陀佛学的？那就变作阿弥陀佛的分号同款啊，这个分号变化界虚空界啊，不可思议啊，无所修用皆不得处，修用一切圆满就是着相啊，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希望要甲控制，希望要甲占有，希望要据为己有，这都是处啊。西方叫世界人无这个行为，无啊，因为伊无贪嗔痴，伊需要时阵都有啊。无需要先就空咯，就无去咯。这科学家也捌讲过啊，灵甲智是互相转变，能量会甲变作物质，互咱受用。如果若无爱这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会当恢复为能量，就无咯。
科学家知影讲这是可能的，咱的科学技术做未到，西方叫世界已经做到了。用什么方法呢？用意念。科学家嘛真了不起，知影宇宙之间只有三项物件。第一个就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能量怎样变作物质呢？物质安怎回归到能量呢？问题在信息，这个信息的意念，这都是阿赖耶三世相啊。佛法的名词跟伊无同，但是是同一件代志。阿赖耶业相都是能量，阿赖耶的转相都是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都是物质啊。所以，究竟完满的科学在极乐世界。有世界做够了，能量出之不尽，用之不竭啦。伊是不生不灭的啊，遍满虚空法界啊。阿弥陀佛知影讲，要安怎个能量变作物质啊？伊知影，无稀罕啊！咱欲界天地五天的天灵，伊嘛知影，伊嘛会变啊。第六天福报大，伊所以这修养无需要家己去变。家己想买什么物件呢？第五天收到这个信息，就变化来供养伊啊！伊那无爱，无爱自然就无了，你偌自在呀、啊！欲界第五天、第六天会做到，有世间哪会讲做未到呢？所以对于世尊啊！介绍极乐世界，这物质环境，咱就一点啊怀疑都无啊。确确实实，知影讲是对心相生的。现在这信息呢，渐渐的，和科学家发现啦，但是呢，科学家的极限。这个摩尼佛在经典里面跟人讲，也都是用第六意识。咱今仔讲用思想、用研究、用这个心，这个思想的能力真大，对咱会当去研究阿赖耶。今仔讲的量子力学。到极限了，对我啦会当研究虚空法界啊。今仔日的科学确实向这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咧创宏观宇宙，一个是咧变量子力学。宏观宇宙是无限大，量子力学是无限小啊。也科学是不是搁再突破未当咯？为什么呢？科学、铁学的研究，拢必须得有对象，你才会当观察伊啊，才会当啊想象。若是讲无对象，伊就无可奈何咯。因为诸生伊啊。不是物质现象，嘛不是精神现象，
嘛唔是自然现象。那这就是伊的极限啦、啊。爱明心见性呢？大乘经教顶面有讲，这代志为正弘地呀。安那正呢？你家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正着了，自然就正着。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表演给咱看。咱看经典上的记载，伊十九岁离开家庭，下去王位，下去王宫内面的物质生活。啊，这个表演啊，是在暗示咱把烦恼放下。这个障碍啊，两大类啊，一个烦恼障，一个所得障，把它放下了。出国家去游学，去学习啊。当时印度是世界上宗教之国啊，天下之国啊。印度这个宗教家是啊，大天下家，伊拢总拢去学过啊，学了十二年，伊的实现，用现在话讲，就是一个有非常狂烈啦、求知欲的少年人。功下多闻啦、啊，什么拢想要学，这是知识分子，热衷求知。那十二年呢，大概所有这些高人拢见过啊，问题未当解决啦。因为印度的宗教跟铁学，因用宗像啊、禅定，佛家的知识对对来呢，对禅定当中来。在禅定内面，空间位处无了，所以人在四禅八定当中，会去看到。二十八层天，下面会去看到阿鼻地狱。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内面，伊无一个看未到呀。伊亲身去看到、听到、接触到，伊呀、啊，太清楚了。哎呀，有什么问题？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有啊。这个六道对到会来啊？为什么有六道呢？六道以外，敢也有世界呢？啊，咱求学。有这问题，我想释迦牟尼佛肯定也有这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解答，没人会解答。印度人把四空天认为这就是宇宙的本体，因为是大半粒盘，大半粒盘就是发性，这是一个误会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通过十二年学习，你三十岁了。这个时阵，个十二年所学呀，拢总放下。在毗婆罗树下立定，入更加深的禅定。突破入禅八定，这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问题解决了。啊，无丢安怎来伊知影了？为什么有无丢？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以外，原来诸佛刹土无量无边。无所无尽，就拢看到了。啊，这个毗婆罗树以后就称作菩提树，就现在咱拢称伊是菩提树。伊啊，伫这树下开悟呀，安怎开悟呢？把十年所学物件放下。所地将啊放下了，名将拢无了，诸行内面的智慧德相拢都现前，做出榜样互咱看，辛苦无困难啊，拢嘛是伫咧放下，你是毋是肯放下？唔肯放下，那就无办法咯。六十年前，我头一摆甲中阿大师见面，向伊老大人请教，佛门内面是毋是有办法，互我真紧的会当啊，去入佛的境界。伊老大人甲我讲六字，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开立咯。啊，看破是什么？是明了啊，事实真相明白咯。这个相是假啊，唔是真的，凡所相皆是浮梦啊，是法界。已经庄严，是安怎来呢？华严经上讲得真清楚，讲真多啊。元秀国师有一篇论文，就是《梦境华严观》，啊，《华严经》这部分呢，简单你要的。用六段论说啦，啊，论说，甲伊讲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些佛地佛见啦，完全对禅定当中。完成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是实现一个第一识分子，要安怎把这个有丢人性的真相弄清楚？在中国东朝1400年。出现一个慧能大师，唔捌字，无读过书，变成佛门的祖师。讲老实话，伊一讲经都无听过。虽然伫五梅八个月，我做派嘅工作是对房内面。去精密破查呀，因为是巧夫啊，
做伊老本行，伫道场内面做了八个月苦工。这个寺院内面有讲堂，伊都毋捌去过；有禅堂，伊也毋捌去过啊。禅堂内面毋捌坐过一炷香啊，讲堂内面毋捌听过一堂课啊。我做就个衣钵啊，拢传乎伊咯。伊变成禅宗第六大祖。变什么？变放下，将个大使馆放下。突然发起讲，但经内面有记啊真清楚。我做的方丈是条件呢，时间是半暝三更，伊啊。而家慧能暗中有功夫啊，三更真正祖师的房门无关，一个杀到入去，但伊讲金刚经大意，我估计未超过两小时。伊先听经的时间都是遮长尔，未超过两小时。伊毋捌字，一定无经本。老和尚甲伊阿公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的生机心，伊忽然大悟咯。提出伊的心得报告，因为明心见性咯。性是甚款呢？伊讲了五句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说不定咱的真心将来都无念无记啊，就是讲做罪业对到阿鼻地个嘛无念无，念无是啥人？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无念净啊，真心无啊。这是讲真心，伊看了真性。第二句。不生不灭，无生死啊，这是真的。第三句，本自具足，就是自性内底本来有的，有什么物件？黄严经上佛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这句啊。自性内底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就是讲今仔日讲的能力啊，无量的上好。咱啊，中国人讲福报，福报包括伫上好内底，无量无边，拢是你家己有诶，毋是外口来啊。所以佛教人对伊来去求，毋通去外面找，去外面找无啊。有智慧。有能力，有道德，有上好，拢去自性内底去找，明心见性，伊全部拢出来了。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一点无错啊。这是没我无讲啊，凡夫是没了自性，哇！这句讲叫没学佛啦。伊啊，那是讲破灭开悟，甲诸佛如来是无离无别啦。阿弥陀的建立叫做世界，
每一尊佛拢会建立吧？对，真诶，毋是假啊！娱乐世界无穷多啊！所以阿弥陀佛建立了，十方诸佛有需要建立吗？无需要啊！诸佛如来地主，到最后学习到最后，这下诸佛如来拢劝伊的学生去西方极乐世界去，甲阿弥陀佛学习。以后无例外啊，咱释迦牟尼佛嘛是安尼啊。我靠不心，困难求生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迄、那个所在是啊，保证班啊。伫别个所在学习真辛苦，时间真长啊。到极乐世界去修行的时间啊，就大幅度的缩短了，而且真紧成就。这是真正的得到了阿弥陀佛的帮助啊！这是一个好老师啊！诸佛如来无一个未赞叹的啊！所以，因几乎逐天啊，拢嘛去参访十方佛刹。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讲堂无叮当啊，你听经无叮当，伊的分身会当分无量无边身，是方诸佛迄个所在，伊拢总拢去了，供养佛啊，咋得礼物？礼物无啥无比，想要什么已经在手里了。用佛是修福啊，文化是修慧啊。咱伫这个世界上，拄到这个善知识都是非常的困难啊。到极乐世界，每天会当参访十方诸佛如来，得凭这点，咱就应该早一点啊去极乐世界。其他诸佛国土做未到啊！其他诸佛国土未到，什么时阵你才有资格？平定有无十方佛刹呢？爱什么程度？爱大彻大悟？那无大彻大悟，就爱跟着老师，唔通离开老师。就亲像华严经上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条件呀。善财老师是文殊菩萨，那在文殊菩萨麾下，得到根本地，得到根本地，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像慧能迄款呢。有这种条件。你才会当出去参学啊？为什么？你有能力辨别真假啊、邪正啊、是非啊？你才有能力辨别啊！你无这个能力，你去外面参学，你呐拄到一款妖魔鬼怪是要安怎呢？所以参学要有条件。宗门大姐讲啊，真好。参学要有参学眼、慧眼呐，慧眼无开，袂当去参学。五眼咱头前有耳机，慧眼开咯，你就自己去参学。老师袂留你啊，老师劝你出去参学。他们是什么成就好的地啊？
根本地，把这经常讲的，把这无地，这是根本地啊，就是心地纯净，纯净纯仙。啊，何地地呢？是无所不地啊。哦，你去外面去看卖，你一个看就明白了，你一个听就明白，一个接触就明白。我的三餐感恩做是一个榜样，你看我的三餐最后第五十三普贤菩萨是台湾王道归极乐的现在同住上去极乐世界去了，上去留学啊，啊！现在这款的主力，其实用叫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这个咱是未当无认识，而且天地认识。咱这一生出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教把握了，伊毋是假啊！啊，咱的自性拢也毋是外面来啊，拢是自性的本能啊。去到迄个所在，才能恢复，才会把所有的障碍、烦恼。吸气，哎呀，洗得真清气。有十方刹土作用在这地啊，所以有十方刹土有所受用，该不得处啊。那为什么不得相？为什么不出相？因为凡所相皆是浮妄，十方诸佛刹土甲极乐世界嘛是凡所相皆是浮妄啊！你唔通认为讲是真呢？十宝庄严土，咱称伊做一真法界，真呢唔是假。迄、那个真假是对十法界讲的，伊甲十法界比，十法界是假，伊也是真的。为什么十法界是无常啊？刹那的变化，十宝土内面无变化呀、啊，只有心现无色变，因为色已经转做智慧了，转色成智了，所以十宝土内面无变化。是佛陀里面的人寿命真长啊！华严经常跟咱讲，伊是安怎来的？伊是无死啊，无明的习气来啊！只要习气无断，这个世界就现前；习气若断，这个世界就无去了。嘛是一场的梦啊！那时间呢是三个阿僧祇劫。这样长啊，无是无人习气才会当长去啊。啊，习气无长，这样长的时间，人未产生变化。咱这边的人随着年龄拢在老化，其实世界无老化，永远年轻。寿命是阿三多阿真奇杰啊，相貌是一点也无改变，真正少年啊。那人，这是这么多菩萨的遐，无变化，永远都未改变。回头树木，永远都未凋谢。山河大地，永远都未有灾变呐、啊。这叫一真法界啊！不过无始无明的断经，
你对顶角这个提升到妙角位，这个世界啊都无看到了。所以佛说咧，凡所有相啊，皆是浮梦。我讲诸佛如来诶，是不脱啊，是世外无共。当然是不脱嘛，包括在其中啊。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影。啊，只有上去公土，永远存在啊！地心所在你看不到，见性的人才会去看到。上去公存在，上去公三种现象。拢无咯，无物质现象，无精神现象嘛，无自然现象。但是伊会生三种现象，人生万法啦、啊。慧能大师讲的，啊，本无动摇，人生啊万法啊。林大师只讲五句啊，啊，二十里。释迦牟尼佛的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了后，嘛有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啊，伊在菩提树下，咱啊看到立定啊，其实伊在做报告。这个报告啊，真长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以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了后的报告啊。这个报告是在定中讲的啊，讲完了后，已经是讲了27日14天。嘛有人咧讲，这嘛是经常有根据的，讲三七就是21天。世尊做的报告啊，这个报告啊，和大量菩萨修总伫个量经啊，分量真大，不可思议。华严经头前有详细说明，量经内面有三种版本，有大本的，有中本，有小本。龙树菩萨入去量经，这是啊大量菩萨，甲伊啊接过去参观。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伊看到了。那大破的华严经分量有大多，佛法内面啊算分量，甲中国人无同。中国人算一破珠是偌多粒，用这做分量，亲像老子5000言、5000万里。用这做数量，印度不是这样，印度是以四句啊为一个单位叫句啊，不管是当行是句上，四句做一个单位叫一首句。啊，华严经是偌多句呢？龙树菩萨跟人讲，10A3000大千世界。弥定记啊，一书天下弥定品，这是天文数理啊，未当算的啊。梁叔看了这部经呢，呀，伊本来都是有5万的习气啊。如人来讲，这个世间聪明智慧，伊也是第一人，无过比伊更加悬呢。
看了释迦牟尼佛这部经的时阵呢，我把那习气立刻都无去了。没当比呀、啊，梁叔是初地菩萨，啊，拢是给咱做示现的。中本呢也是太大，最后看小本。小本是什么呢？就亲像目录提要同款，像咱中国最大一部书《四库全书》，现在该印做资本了。经总嘛有1500册啊，目录提要有5册啊。梁叔菩萨传来到这个世间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目录提要。伊讲这个，咱世间人会当啊修持，会当学习。这个目录提要有偌大分量？10万字啊！40品啊！看到中国来无完整，大概只有专经的一半。不过经的意思已经会当看出来咯，是一个残缺无完整的经本。梵文原本已经失传了，在全世界找无了，所以华严经只有中文翻译的一本地的。听讲，梵文40华严最后一卷《普贤菩萨行愿品》，梵文本也够有。我只听讲过，唔捌看到，所以最完整的《华严经》是中文的译本啦。真正从清楚、从明白咯，你都有世出世间一切法，为个执着。为个分别了，为个有一个念头想要加控制，想要占有，为个有这个念头咯，清净心嘛，就会现前啦。有这个念头，心都未清净。有正觉啊，也无爱恼。每天去参访十方诸佛刹土，对十方刹土的清净国土有。清净国土内面都半讲无六道，啊，有这个世界无有？咱的华严经华中世界品、世界成就品这内面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的，对这款的清净国土。你无爱熬啊，就是讲你看了熬，未去贪恋，无住秽土也不厌弃。这秽土是六道啊，像咱这世界六道，特别啊是三恶道，有鬼啊、精尸啊、地狱，看了安怎呢？也未嫌弃啊。完全那是平等心对待，对有变化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也无需求不需求相，就是讲未讲有这念头咯。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无啊，无希望、无要求拢无，这叫做真清净啊！
故金刚三昧经文，入道多道，又不出啊离障。金刚三昧经内底讲的入道是确立。佛的境界，也都是叫做世界，即菩萨的境界。立就是正果，已经立了，方法真多啊！多多通常是讲八万四千法门，四方世界内面讲的无量法门。方法多啊，太多了。给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第一是利立，第二是行立。利呢是明白了，事实真相了解了，因为境界自然未动心咯。那有立无？家己清楚啊！真正那立是甚款？若君伫六顶境界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若君接触六顶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入去了，如果也还有起心动念，无入啊，这样怎样？那是个讲者较详细。大乘经里面通常解啊，分作三个阶段，由浅而深。第一个阶段，阿罗汉，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无执着。有世出世间一切法，拢总无执着，嘛叫入，入较浅啊。入什么呢？用咱经题来讲，入清净，清净心得着了。心清净，伊啊居住的国土嘛是清净，叫净土啊。啊，咱六道叫秽土，啊，净土是啥物？四性法界啊。啊，即来最大的都是阿罗汉啊、辟支佛啊、菩萨或者是佛，这四种人住伫即地啊。叫净土。那对于咱六道来讲，六道是秽土、染污、严重的染污啊。为什么严重染污？无佛菩萨来教化。啊，那现在就是安尼啊。过去三百年前。这个世界在中国这个大地有如许多三界圣人在这个社会上教化众生，所以这个大地有福啊，众地久安。第二之邦啊，福海下回啊，特别是最近，大概150年，
啊，咱甲卢锡都冷淡咯。现在无去咯，卢锡都拢无咯。哎，经典也过滴个，书也滴个，无人学习啊。所以社会动乱，大地灾变异常，是拢安尼来啊。啊，西方叫做世界，为什么无灾难？阿弥陀佛，逐天咧教，十方诸佛如来定定来到这个所在，嘛去帮助阿弥陀佛教学啊。那亲像阿弥陀佛是校长，十方诸佛来到叫做世界啊，拢嘛是教授的身份，帮助阿弥陀佛。耶路世界是多多滴滴一间佛教大学啊，这个立立，你真正放下，你就立了。大地的净土上，这菩萨会把分别放下。会把起心动念放下，伊就立是不庄严土，是不庄严土内面四十一位发心菩萨，最后会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去了，无了，伊啊，就阁进一步立上极光土。究竟圆满，这是你想讲的啊。盈利即有四者，其中第三为无所啊究行，这好啊。人伫这世间，咱中国古人常常咧讲。无人无精无色无求，那是最上可是经常讲的这个第三种菩萨无所求行，世人中迷，处处贪求，名之为求。伊这人为什么伊无所求？伊啊，智慧开咯，伊了解事实真相啊。真相是什么？真相啊，是假啊！啊，二体三种现象都拢无啊。虽然伊存在。永恒存在，伊呀，得袂着啊！你会让净掉，为什么呢？伊都是家己，除他是因，唔是你，就是一滴水滴去大海，甲整个大海用做一片咯。原本的。净掉了，无需求啊！第一家五金，金就是啊，无所有啦。金啊，就是无所有，就是不可得。无所有是无什么，科学甲咱讲的三种现象就好了，无物质现象，无精神现象，也无自然现象，就叫做无所有。
万花皆空啊，所以安心无为。你不起心不动念，安心无为啊。慧能大师讲的，不起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就是这个所在安心无为，就是这句。你不懂啊。万有皆空，无所希求，是真无求。伊若无到这境界，伊做未到。这是什么人？这个地位是远高初诸菩萨。伊啊，伫真法界，伊无伫实法界。是法界内面的菩萨佛，也佫达未到这个啊层次。啊，顺道而行，故以之无所求行啊！啊，顺道就是随顺啊。莲修大师《华严观》里，跟咱讲四德，这个四德是发心菩萨的所行，就是无所求行。第一个随缘妙用啊。你看，伊会当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和睦相处，无人无争啊，无事无求啊。伊啊，甲一切众生拢会当相处个真好，因为什么呢？大家有去想到无？伊甲任何一个众生无利害关系，众生有求的啊，伊无求，未发生冲突啦。彼此哪拢有求，迄个麻烦就大了。菩萨无所求啊，佛无所求，所以甲十法界众生拢嘛是好朋友啊。道理就是这地啊，人跟人往来，人有求对产生冲突，无求就未发生冲突啦。我最近这十几年来，世界上真正最无共族群的交往。无共宗教交往，拢非常的融洽啊，非常的和睦啊，原因就是无求啊。啊，敌因有困难的时阵，咱专心专力甲帮助。啊，咱无求回报，也未求感恩，伊无所求啊，真心真来去帮助别人，伊也对咱放心啊。诸佛菩萨，第一切啊，诸佛刹土内面的十法界，六道。用这个心态来跟这个一切众生相处，帮助一切可能众生，这叫大慈大悲啊。你若问我什么道理，道理是
众生甲家己是一体啊。佛菩萨知影，凡夫毋知影。啊，由相可见，无虚求相，即无所求行，都、就是菩萨。这个、四行当中的无所求行，也无不虚求相，即有不虚求这个念头嘛无啊。嗯，常讲的有人无精啊，有色无求，就够了。但是也有这念头，这念头嘛是梦想，这念头不应该存在，这念头佫佮拍掉了，这叫一法不立，是真无求呀。下面，佮进一步来个解释，解释个非常的好。有无需求是无为，无不需求是不足无为。无为法也袂当住啊。主题不为法来对，嘛是错误、哦。为什么？为帮助众生，离生林除了寒，家己克的境界，这个境界好，看到苦难众生，未去加援手，那是伊的代志，跟我无相干。所以不足无为啊。如得有言，自然都会有啊回应。有的感应都高啊，不着有为，不足无为，方克中道啊，是为利益。大行发心大事，因所克立的，因啊对这代志。清楚明了，一点也未危险。以上明彼土叫做世界菩萨平等有差之妙德。啊，平等有差，那是助力，助力都在共结，共好是修好。啊，文化是修慧，福慧双修啊。另外，还有一种，看到苦难众生，甲家己有缘呢，你就会去甲帮助，这叫助行化他。助行化他是分心啊。啊，分心甲本心是一个心，唔是两心，是心会分无量无边心。帮助众生，即积功累德啊！一工所做的，就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何况当年累劫拢伫咧做，对这个所在，咱就体会到，叫做世界这些菩萨，因的福慧功德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啊，他方世界菩萨无这种缘分，那为什么叫做世界菩萨成就近呢？那明白了，伊个缘呐太殊胜了。我看下面第三段，第三小段，明平等道生之德。这个第一头前的经文里面，比丘菩萨为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化如如，这是讲这段呀。所以叫做世界菩萨有大慈悲呀。每一个往生呢，无慈悲心未当往生。为什么呢？跟阿弥陀佛的愿无相应，阿弥陀的心是一切皆成佛，这佛心，阿弥陀的愿是四十八愿，愿愿拢是帮助众生。回归自性啊，圆满成佛，菩萨因的行，咱伫遮看到咯。地球世界，甲阿弥陀佛学习，除此以外，每工拢无离开。十方诸佛刹土啊，每天去参学，同时移出时间同款，住所无同，无量无边的化身，一时拢成就。圆满成就，故无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也无彼我之分。这是啊，菩萨的心态，伊是平等心。菩萨啊，到极乐世界拢证着啊，清净平等觉。这是阿弥陀佛菩萨的条件，家己无证着阿弥陀佛的个加持啊。虽然无证着，伊嘛定有是具足清净平等觉的智慧功德啊。所以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不计啊，无亲疏恩怨的念头啊，对他人都甲对他家己同款亲切啊，真诚啊，也无彼我之分。啊，有彼我之分，已经起心动念，又分别有执着了，这是凡夫，亦不是菩萨，竟无为愿之相，
也有记起心中的弯弯，这万分无咯，全拢化解咯啊！是当一主，就比如，咱像是父母，只有这个独生子，真爱护啊。所以菩萨因伫个十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普度啊。啊，这个代志拢是讲叫做世界菩萨啊。咱读到这个经文，应该都要学习。咱在这世间，是不是有这个文文万万的有啊？有这个代志啊？应该要安怎看待呢？要跟菩萨同款，用平等心来看待。这个文玩因故是过去连理不觉造成的，现在明白咯，感悟咯，把这个阴影啊一扫清去咯，会用的会用的啊，以前的心是昏暗的啊，现在的心是明亮的啊。光明跟黑暗苦毒了，所以对一切众生以平等心，对人爱平等，对于啊茫堂高下嘛是爱平等啊，对树木花草嘛是爱平等，对天地鬼神嘛爱平等啊，拢是众生嘛，乃至山河大地平等的慈悲心，平等的爱心。这是比诸菩萨为一切众生有大慈悲的心故，这是啊经文顶面的啊一句话。那你应当爱学习，这是阿弥陀佛之所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菩萨拢学会晓的，拢啊学到了。啊，咱伫今仔日修行，修什么呢？这叫做真修行。咱现在创错了，每天念偌济声佛号叫做修行，每天读经。拜佛叫做修行，错了。真修行就是六根接触六顶境界，就修平等心，修清净心，修隔离不灭的心，这叫真修啊。这些重要啊，那定在功课是要做什么路用呢？那是啊，舞台表演啊，表演好无学佛的这众生来看，我因看了后对佛法起恭敬心，对佛法起好奇的心，来询问，这是触动。伊的这个动机，而非动机，伊来询问你该解答，是这款代志啊。
真正用功是无分离，所以早年中家大师跟我讲，有法重实质，无重形式啊。我相信这句话，不是中家以老大人以家己讲的，因为我有一摆伫新加坡，甲新加坡立丹总统斗阵，食饭的时阵，阮两个坐斗阵，伊甲我讲，伊是印度教徒，伊是印度人啊，伊讲我最佩服佛教，伊讲啊。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甲中教大师讲的是同款的啊。所以我知影讲这句话，应该是古代的所讲的，讲了好啊，这真修行啊，形式不重要。形式是做给别人看的，做广告啊，劝别人有福要用形式，家己的真功夫无重形式啊，这袂当讲唔知影呀。以下所句经文，重名。用名词搁再一摆来讲，祝他离离有平等说法之德行。下面这句话真重要啊！因有差道生，君不离说法呀。可见呢，有差甲道生是连做一个。也分身去十方刹土，去啊拜佛啦、啊，去啊听经啊，伊肯定会拄到迄边真正多的这众生啊。根性无相顶啊，顶多有差别啦、啊。你是不是甲因说法呢？你是不是甲因啊表演呢？表演做予人看的。所以《素德》里面第一句，迄就是在讲原则。虽然妙用啊，妙用是不得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妙用。第二句讲唯一有节，哎，做一个真正好的榜样，哦，大家来看，哦，大家来向你学习，这个榜样，释迦牟尼佛做出来了。你甲看这经上所讲，多一句释迦牟尼佛无做到，伊拢总都做到了。做到了后啊，则佫讲予咱听呀，佫教导咱呐，咱无话通讲，好咯。啊，如果释迦牟尼佛家己无做到，咱啊，肯定对伊话有怀疑。伊讲啊，遮尔好，你拢无做到啊？啊，这就是问题啊！我拢总做到，那有甚物话通讲？只有勇猛
就对谁啊？军进，希望我买当确立释迦如来境界啊！不离说法的，但说法不能离主角，这句话重要啊！家己无觉说法，讲什么法？讲别人的啊！孔子所讲的基本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呀。家己无讲我，我读别人的读个真多，我记个真多，这些呢，全部拢嘛是叫知识啊。诶，知识真渊博，无智慧，度化众生都爱智慧。啊，有智慧，你的知识嘛是用得着啊，知识变成智慧了。无智慧，知识就未当啊解决问题，真现实啊。这么多年来，我看得真清楚，看得真明白。知识的后面一个何为正？个问题愈重，啊愈重加愈复杂。这多年来，对离间了后，这个世界愈来愈乱了。灾难愈来愈频繁，现在大家拢警觉着了，也无机会了。今年也够正机会，无当灾难，对旧年我都发现，每一人见面，大家拢在等灾难。这现象好不？唔好啊！为什么？佛经上讲，一切法对心相生，大家拢在讲灾难，拢想灾难，无灾难，灾难嘛会乎你想出来咯。这唔好啊！你按怎来化解灾难？大家见面拢是讲念佛偌好，卖讲灾难。来讲一个佛法，讲一个阿弥陀佛，讲一个观世音菩萨，消灾免难啦、啊！唔通把灾难放喺心内，把佛菩萨放喺心内，灾难就无咯。我甲注意讲的是真话，一点也未假。西方叫做世界孤民。无一人心内啊有灾难，有这种念头，根本都无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无灾难产生，伊的思想内底无啊。高下文，这个经的下面讲了。下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脱如如，众明诸利之行圆满。此四句以下离执着为受者，因此修为。立道是关键啦、啊！你是不是想立道？爱对家落手，你讲这偌重要？今仔日咱要学佛，无论出家在家，
会当确立，就是因为有执着。最近大概有二三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同学，也劝家己，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四鬼拢啊讲，拄着人就劝啊。我讲啊真老实啊，我讲这十六字，你拢总会当放下。有你佛门无？无你吧。我跟你讲真话，我这十六字是带你到佛的门口啊。无你去啊，你去就爱用佛的标准啦、啊。我的标准未用你，佛的标准是什么呢？破五种见习，你就确立咯。第什么境界呢？修行初果，大行初信位的菩萨，虽然是真浅。是小小性，你可是圣人啊，你不是凡夫啊。你已经在佛境界，拄拄啊，你去了，真浅，但是是真的，不是假啊。但是五种见识，头一个是心见，你爱真正创清楚，真正创明白，心啊，不是我。啊，心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我所，就像衫同款，衫不是我，是我所有。爱把身体看作亲像衫同款。金刚经前半部讲四相。无相就是无心相啊！啊，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四相都多破，都是四道缘啊！这个《金刚经》顶面讲啊，真清楚、真明白。四相若无破，无入门啊，拢伫门口啊。第一个心见破咯。但我即破了，我破了，我心破了。啊，第二个边界破了，边界是对立两边，这个烦恼这个破，你都会当以平等心对于切众生。啊，咱今仔日袂当用平等心对于切众生。是因为有分别、有执着，啊，下面啊是先见、先立为主啊，主观的观念，自以为是正确，其实拢错了。见初见，无相的先见，盖初见因相的先见。先见爱思啊，障碍咱来开悟，障碍咱来得定。那所以下离一切执着，是你道的关键，是你道的主流。每当公布认真来学习啊，今仔日时间到了，咱就学到这地。